好，紧接着这个印度要出场了哈，我要问一下这个谢大使，六月五号这个美国防长奥斯汀在这个新德里跟这个印度的防长见面嘛啊？那呃，我们看到印度政府就说呢，两国为未来五年的国防产业合作制定了路线图啊。那当然，这个印度很开心啊，印度过去很多武器是跟俄罗斯买啊，现在美国说没关系，我提供给你。但很，是很有意思的是，美国邀请印度这个加入北约家啊。 日本同意了嘛，对不对？好，但是印度拒绝。哎，印度脑子是还蛮清楚的。印度外长说，北约似乎是美国观察世界的唯一模式。 不适合印度哦，适合日本，不适合我们印度吗？另一头白宫接到了这个奇异公司在印度要建生产线的申请，已经同意了啊。呃，有三名这个呃这个匿名人士提供了消息，拜登六月二十二号在莫迪前往美国国事访问期间，会正式签署让这个联合生产的这个协议来生效。 那印度国营的这家航空公司也计划用其意生产的、啊、F 四四的这个涡轮扇的这个发动机，作为自主研发第二代光辉轻型战机的动力系统啊？你怎么看待这个双方的这个对接？其实这个战斗机哈、啊，或者是军用的这个引擎啊，这是少部分国家一直掌握技术的，连中国大陆都很难突破这一关。那呃，印度更不要说了。 那中国大陆那个 F 那个就是那个歼二十哈，前一阵才说他换上这个哈，这个叫涡扇十五的引擎，中国自制的。那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突破。那印度说实话，你今天印度自己本身是没有这个科技能力，因为现在能够做这些啊、哦、引擎的，就是欧洲，还有就是美国的 g 翼，<对>还有原来这个乌克兰的马达西奇。 马拉西奇已经被那个梅德韦杰夫哈、哦、找到坐标，已经毁了，<laughs> 你知道所以现在能够做引擎的，就是这几家公司。那请问一下，你今天在美国生产跟在印度生产有什么不同？你还是依靠外来的技术吗？我觉得，我觉得真正就是说往前走了一小步，也是往前走一步，也是一小步。不过印度是。 二次大战以后，国际秩序的另外一股力量的所谓的不结盟力量的核心力量，<對>哎，一九五五年在这个印尼的万万隆会议的时候，当时有四大领袖哈，印尼的印度尼赫鲁就是之间之一，其他还有这个中国的周恩来，还有那时候的这个这个印尼的，还有埃及的纳瑟，几个是不结盟运动哈。 的核心的，所以印度的国际政治观基本上就是不结盟。所以你看，他还是、嗯、他虽然要跟这个美国做很多项的合作啊，嗯、呃，这个莫迪也要到这个美国去进行国事访问，嗯、但是这个北约家他,他明确就拒绝了，他他有所为常常有所不为。他常常拒绝别人。<laughs> 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哈。 有一位大小姐哈，她不懂得拒绝别人。对啊，所以是可以拒绝的吧？日本也会拒绝美国啊。是啊，韩国也会拒绝美国啊。没有一个国家会对另外一个国家完全不设，嗯、完全就不敢不敢讲一句 “no” 的。那印度，说实话，印度你要去跟印度合作的话，因為美国人自己心里要，美国人自己要有准备，那会被印度人搞<對>搞得好脱好几层皮。印度的军事系统，它武器系统基本上是俄罗斯的。 它是恶式的装备，俄罗斯在军事系统给他很大的帮忙。可你今天你要转成美国的这个好军事系统的话，其实对你本身的军队来讲是增加负担。你整个的整个一套的这个、啊、后勤训练、各种系统都要换，对，没有那么简单。那你万一将来关系搞坏的话，你这个断掉的话，你有没有像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幻象这个这个这个、啊、系统啊。 当时我们飞行员都送到法国去训练，然后他的东西，他的任何东西，你都要靠靠靠靠法国。法国今天说我这个后勤补给或者我的维修就是这个价钱的话，你根本都没有得谈。所以这个武器系统要要更换的话，其实对一个国家的这个哈国防力量是非常大的。我认为今天印度哈以他的这种啊不讲信用哈耍赖，然后跟人家硬凹磨别人啊，那世界第一名。 美国人要去找印度人合作，哈，他真的他自己就准备接受这种折磨，到最后呢，你看看这个哈四方会谈，谁坚持他不能作为一个军军事安全同盟的，就是印度啊，对啊，搞到最后你看这些很多很多去年还有很多这些哈印度的军队加入这个四方会谈军事行动，今年没有啦，今年在这个在菲律宾抓了一个菲律宾、澳洲、日本、美国。 印度在哪里？印度不见了。当然而印度跟中国大陆有些矛盾，就跟越南一样啊，嗯、所以是这个美国积极拉拢的对象。嗯、好，最后我想请严老师谈一下哈、啊，这个冯德莱恩又出场，他也是很有戏。南华早报的报道，冯德莱恩要公布跟中国经济关系去风险 （de-risk） 的,的这个路线图哦啊。那但是呢，没想到被打脸。欧盟有很多成员国就讲得非常的直白，警告欧盟不应该模仿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态度。哎，好像起风了，风向变了。 部分的成员说：“我们是欧洲，不是美国。” 哎，这个标题式的谈话哈，今天我们看到各大媒体都拿出来登嘛，反对把贸易政策跟国安混为一谈。然后五名现场参与的外交官说哈，在在这个布鲁塞尔六月二十二号早上的会谈，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外交官都对这个冯德莱恩呢，这个、演讲谈到的这个东西国家安全感到非常的忧心。很多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哎，欧洲现在欧盟现在也很敢大声讲话，不再以美国为这个唯一的这个呃跟随者了。 哦，我觉得这个这个所谓去风险的路线图哦，其实我们台湾如果民进党认真想要脱去中，也应该要去风险嘛。那应该把百分之四十跟大陆的贸易要削削减到最低啊、哦。但是我们一方面要跟要赚大陆的钱，一方面又要喜欢跟美国走。我觉得到最后大陆是到最后真的是没有办法吞下这口气，钱你要来赚。 啊！但是你没事就跟美国沆瀣一气，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那欧洲国家至少知道说，哎，我们好像真的去风险可以，但是我们跟大陆还是要来往，所以有些东西不能跟着美国走。我觉得这个美国所领导的国际秩序。 其实是我，我用英文讲的话，就是一个是一个 f l a w d 是一个有有有有错有错误的，有有不对的地方。<对>那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看一下，就是你如果盲目的跟着美国走，我觉得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就觉得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跟着美国走？我长期之间都在第三世界站得稳稳的，我是一个不结盟国家，我是这个 Group of seventy seven 啊，这个七十七个国家集团的代表分子，这就是我外交体系，我的左。 左右可以逢源的地方，我跟着你美美国走，那就其他方面我就拿不到好处了。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从啊欧洲也好，欧盟也好，或者说从印度呢学到一点东西，就是诶，你一厢情愿的贴着美国，你去从地别的地方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啊蔡政府。 刚才这个呃，谢大师也讲了，唯一不会说 no 的一个一个一个领导人，因为你会说 no，你才会有 gain，才会有拿到东西嘛。对，但严老师在这个我们看到，在这个中东哈，中东变了，这个拉美也变了，在印这个欧盟也变了吗？哦，非洲也在也在讲啊，他们说我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第三世界，一定要跟着被美国决定？第这个拉拉拉帮结派，他说我们就是不想被拉帮结派，可以吗？ 哦，所以非洲也在，你看也提出来说，呃，你们大家都不信任美国或者中国，那我们来协调这个这个俄乌战争的结束。他们现在有六个国家的领导人要去分别访问啊，这个基辅跟莫斯科，就是我们也有我们第三世界不同的看法，不要以为只有你美国有。